那人情味也是我难以忘怀的，难以抵挡。特别热情的外国人，走在台湾的街头，腿都是软的。听得到我讲话吗？这边实在是太嘈杂了。台北吗？台北吗？101呀，特别美。嗨，我现在要来爬象山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来象山。我在台北这么久还没有爬过象山，然后现在是大概已经5点多哈，我挑了傍晚来，希望等一下登到山顶上可以看到夜景。我就开始爬山喽，等一下见。很久没有爬山了，我小时候经常爬山，因为我爸经常带我去爬山。我爸很喜欢爬山，他们有一支登山的团队嘛，就是周末就经常一起约了去爬各种很高的山。我记得我最久爬一次爬过10多个小时。现在感觉这个天气现在傍晚比较凉快，然后明天好像又要下雨了，要珍惜今天的好天气。特别健康的运动，宿舍里剪片子，人也特别懒散，很想运动一下。哇，这边已经可以看到了，这边感觉像丛林探险一样吗？这个地方有点阴森啊。确定是这条路吗？谢谢。看到人了，那就应该没有错吧，这条路。发现我爬山是很厉害，虽然我很久没有爬了，难以抵挡我当年爬山的风采。警告大家，可自觉选择跳舞。你就是这味，经历的味道，准备好享受这味道，忘记笔录，别放个背包，就随身携带，放进背包，在我的怀里睡着，无时无刻在意。才刚刚见证了下山的半过程，山还挺不高的，一下就到了。Hey, the bug is in the wall. Yeah, well, she's up there.根本看不到我的脸。灯火通明，我刚才站在那块石头上面，有一个特别热情的外国人，他说要帮我拍那个跟那个101合照。我刚才本来想站起来，然后这样手打开拍。我站上去以后，虽然我没有恐高症，但是我腿都是软的。我现在要下山了，哎呦，我的脸黑了。下山，
终于看到了夜景，超级美丽，夜台北的影子。下山喽，拜拜。打开双臂的时候，我腿都软了。这个影子也太可爱了。还有呢？哦，还有啊，还有台北的街道，无论是淡水呀、西门、忠孝还是信义，每个街道都有它各自的美。Look at the city, I know I'm dreaming, and I don't think you know that I'm falling for you.特别喜欢一个人走在街头的感觉，一个人逛街，然后看看四处的街景。天下午开太阳了，我已经很久没见到阳光，天气是晴的，没有下雨。想吃冰啊，突然，但这几天有点降温，爆冰。还发现了一家新的店，然后我又买了卤味，我觉得我真是卤味爱好者，我就有一段时间不吃卤味，我就特别想吃。好多小吃店啊，没逛过这儿。哦，是狗狗在看着我。这是一家卖盐水鸡的店，他们为什么在看？电视里在放《来自星星的你》。这个好像有一点点不搭呀，这竟然在看《来自星星的你》。去一趟全家吧。在全雷光明口类精选27，在全家分钟捷运海山站，月付只要2万起，快使用金城武的快。好喜欢这种一个人走在台湾的街头，自己随便逛逛街上的景色，感受这个机车在我身边飞驰而过，虽然比较危险，自由的感觉。大家听得到我讲话吗？这边实在是太嘈杂了。晚上拍起来特别好看呀，感觉我的皮肤都特别光亮，每个角度都很好看。发现小学生们都放学了，然后发现那个学校那只猫，那个宫崎骏哪个电影里的一个公交车，好像就是这个形状。你不喜欢小火锅了吗？小火锅当然喜欢啊，你别说了呀，我又想吃了。嗨，好久没见，今天降温了，然后我又来吃火锅啦。我今天来到了士林夜市附近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火锅店，叫锅锅有意思，特别适合像我这种懒人。是豆浆锅，还没有听说过豆浆呢。懒人必备推推锅。为防止，就是防止它溅起来。啥呀？我要开始推了，推个什么呢？推个钱。好好玩呀、啊！
他连爆浆嘞，爆浆家。都用上手了，还有呢？还有啊，还有台湾的人情味也是我难以忘怀的，几乎每个人都会把不好意思、谢谢、打扰一下挂在嘴边。有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刻意去谢谢谁，就但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口头禅了。谢谢你来玩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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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临，好啊好啊好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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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冰糖谢谢，有点烫哦，小心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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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临，拜拜拜拜。有时候说借过一下也会说谢谢，帮别人丢个垃圾我也说谢谢，都不知道到底是谢谢谁了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奇怪呢。Got me feeling like proper strong。 阿贝阿贝，下支影片再说。